在陈超身心最为脆弱的时刻，遭到了心魔的入侵。孙荣师妹，亡命的爱人，我哪里不如那个零零五的了？再见了，乍卢班生。孙荣，我来救你了。二哈把我的丹炉吞了，你从五楼追到四楼，从他嗓子眼里抠出来之后，你就在厕所里洗我的丹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！你编这话骗鬼的！不信你就问问你的同卢青。这么对我的宝贝的吗？去死吧，王亮！还好，小问题。心魔入侵和弱性毒，用大净化术就能都治好。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